香港歌王陈奕迅6月10号因为在户外打网球晕倒，导致下巴撞地受伤，甚至腱骨缝了30几针。过了一个月，陈奕迅似乎恢复得相当好，昨天现身郑秀文演唱会，还跟同场嘉宾林嘉谦一起合照。只见陈奕迅不敢调皮本性，摆出招牌搞怪表情，特意拉长长脸，下巴看起来没有明显伤痕。林嘉谦也开心写下好久不见，谢谢你来，只不过目前照片已被删除。经纪人 Lisa 则表示，目前陈奕迅情况非常稳定，有专科医生为他缝合伤口，也有饮食团队为他量身打造三餐，下巴应该不会有明显伤痕，也不会影响日后唱歌。歌迷见状也大赞，看到他开心就好了，好好照顾自己啊，恢复好就行。